没错啊，各位，《房车飞升》呢如期而至，在今天发售了。当然，优化也是如期而至的差。不过研究半天的我呢，总结了两个解决办法。在我的3080显卡的顶级画质下呢，15帧提升到了40帧。首先是最关键的，还是那该死的中文导致的。咱们呀需要正常的设置游戏里的图像参数，就必须把游戏设置为英文。设置的方法就是 Steam 库右击《房车飞升》游戏，选择属性，在通用板块下的启动项加入这串代码即可。然后进游戏，你就会发现设置选像多了一个 RTX 的设置，在这里呢，20系列以上的显卡就可以开启 DLSS 功能了。这里选择 P 开头的这个选项即可。然后图形设置里，如果不是那么追求画质的话，最好还是将那个全局光照和阴影设置设置的最低。当然，这个方法呢，也就是临时用用，还是希望官方这边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更新出补丁、修复这些问题，以及进行更细的优化。但是最近这个 N 卡的驱动更新都没有和《房车飞升》相关的版本，所以还是希望可以尽快的更新出支持方舟的这个 DLSS 3.0 的驱动吧。